阿弥陀佛，要解又说：以持名善根，福德同福。啊，这一句要记住啊！持名真实利益，什么利益？它能帮助你。你的善根福德跟佛相同，这个利益了不得了啊，这个利益太大了啊！你怎么修善根，你怎么去积福德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多善根多福德。如果你真的知道了，我相信觉明妙行菩萨那一句话你就圆满做到了。他说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啊，说话是造业，念佛是多善根多福德，啊，这不用多字，同福善根同福福德，同福善根同福福德，同福善根同福福德。现前在这个时代，觉悟的人回头的人很少很少啊，真的是所谓古人用凤毛麟角来形容，这话一点都不错啊，回不了头啊。这些名闻利养七情五欲放不下了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所以我们学习，我们弘法，劝别人不靠三宝加持决定做不到啊，自己在经典上要下功夫，我们有一分功夫佛加持一分，有十分的功夫佛就加持十分啊，佛菩萨加持是与自己成相对比例的啊，我们是有点假意的虚情假意，那完全加不上啊，这是求加持的一个道理。位置越高责任越重，如果有疏忽很容易产生过失，乃至于造罪业自己不知道啊。为什么古时候有人把皇帝位子让给他，他听到之后逃到深山躲避去了，不敢接受，叫什么？那是责任，你能不能负起这个责任自己想一想，我在这个位置能不能把事情做好，做不好赶快不要接受。为什么呢？接受做不好堕地狱，那有何苦呢？这叫真正聪明人，事情不是一个人做的，是个团体，我一个人能做好，团体不配合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赶紧辞职，赶紧离开。如果有真实聪明智慧，绝不敢争取这个位置啊！你给我做我也不敢啊！你能够学习才能断烦恼，真放下了啊，破烦恼障啊！你能够利益众生呢，你才能破所执障。这含义很深呐、啊，二障除了啊，自心就现前了啊，自然现前，不要求，求不到，一求。就有障碍了啊！为什么呢？那个求的心呢，里面就有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决定不能够见到真实啊，它跟真实相违背的。其实魔也是佛，早晚的问题，你决定会成佛，因为你有佛心。不过轮回里头呢，多住一段时期
啊，这十七之长是楞伽所说的。啊，你得要无量劫去搞轮回，搞生死。啊，到什么时候你真正感觉到苦？轮回太苦了，折磨太苦了，想超越了，佛就来度你。你没有这个念头，佛不来。为什么？佛来了没用，不听嘛。那开悟的道理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。那现在我们想想，是放下容易，还是天天去研究经教容易呢？啊，每一天研究经教好辛苦啊！那几十年都不开悟啊，人家放下就开悟了。这放下不是一时，放下是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能大师，你看看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他什么都不跟人计较，无论别人说什么都说好，这真放下了。那些乡下老太婆、阿公、阿婆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这种人值得尊敬，值得赞叹，值得我们向他顶礼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念念都是同佛善根、同佛福德，谁能比啊？没人能比。啊，这种人将来往生，决定是上辈往生，十宝图上辈。我们这些人自以为聪明，跟他比差远了。记住啊，声声佛号，同佛智慧福德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